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买辆车？每次去上街都要来这里等车，烦死哦！哦，烦什么？谁叫你妈搂我那么多彩礼，搞我一夜回到解放前，你心里没点那个数吗？喂，去逛街啊？嗯，是啊，嫂子。扫什么字？我叫你，你扫什么字？点呢、啊？去逛街吗你？正等车去逛街哦。是啊。哦，那坐我车去躲嘞。嗯。走。干什么？ What? 你去啊。是啊。那不躲哦，坐不了那么多人的。再说你那么肥，等一下车爆胎了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先去，你急什么？你等下一辆车，走。那你搂紧一点哦，毕竟这个路那么蹬哦，安全第一。喂，哎呦，小姐，我的爱，搂那么紧啊，等一下出汗不？来，六叔，徐光姐啊，是啊，你也要去吗？去啊，打。那我们在街上等你哦。我是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大一下不得吗？六叔，大一下喂。